跟他讲说，请你帮我解释一下上述的公式哦，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哎，他真的会帮你条列哦，我甚至把那个程式也贴上去，请你帮我解释一下程式的内容。哎，他真的还看懂，然后帮我把每一行每一个字什么意思哦，通通都解释一轮。哎，真的还蛮好的哦。那其他的话呢，甚至你可以把那个像我们之前写过的那个公式哦，比如像我们路接到那个公态冗长，那你说老师，那如果想要把它转成 VBA，我不用录制的，我想要用直接真的用 VBA 的方式去处理路接到的这个问题的话，那我程式不会写怎么办？哎，其实你有个方法，你可以直接把 Excel 的公式哦，直接贴到那个 AI 上面，然后跟他讲说，请你帮我转换成 VBA 程式，我试过，真的可以，而且还真的是正确。